当地时间十一号，俄乌双方交换近二百名战俘。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，经过与乌方谈判，九十四名被俘,俘俄方军人已从乌方控制区返回，他们将乘坐俄罗斯空天军的运输机飞往莫斯科。同一天，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称，九十五名被俘乌克兰军人已返回乌克兰。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十一号援引美国《纽约时报》的报道称。 美国和欧盟承认将所有俄罗斯军队退出乌克兰的可能性不大，同时指出，美国、欧洲和乌克兰对于究竟什么是反攻成功仍然不清楚，而其结果将决定是否进一步讨论继续援助乌克兰的问题。而且，乌克兰对于反攻时间含糊其辞。俄罗斯专家认为，这首先与信息战有关，不断宣布即将发动进攻是为了让俄罗斯保持紧张。 其次，西方要求基辅当局取得迅速的胜利，基辅只能不断汇报。